送给茶局唱。同学们好，这节是体育课。今天这节课呢，我们让技师来展示下井盖的使用方法。同学们好，我是打洞组小组长小纪。这节课我和大家介绍下井盖花式打洞法，又称花式井盖开门法。大家都知道我的特长是用井盖打洞，但是这样的体育运动没有技巧性，也没有创新性，很容易就会厌倦，所以我就发明了一种花式打洞法。我们先去找一个柜子，在柜子门上面放个井盖，正常情况下我不需要开柜门就可以通过井盖穿过柜子，当然我也可以不穿过柜子而选择开门躲进柜子，那么好玩的就来了。如果有监管者一开柜门，我可以通过井盖直接穿过柜子，如果没有监管者来，我就可以躲在柜子里，然后正常通过开柜门的方式离开柜子。这样的打洞运动是不是变得更加有趣了呀？好，我现在躲在柜子里，偷窥约瑟夫老师。小纪，你以为你的花式打洞对我有用吗？看我的花式吸型大法把你吸出来。我被吸进相片里啦！我的吸型大法专门克制小纪的花式打洞法，你还没开始秀我就把你吸走了。还是老师厉害呀。